一阵春风吹过我的侧脸，慢慢上演魔盏灯又熄灭。哎呀，好喜欢这首歌。前奏一起就想哭。我唱到哪了？生肖，然后他们当地的语言的叫法，然后我是 Java Nova。这个，大吗？太丑了，裁下来哦。他在采茶。如果你也我正前垂涎，你要去哪里？一样。心中只有你，前前后后，我就是拍一张照片吧。太难了，你今天是小蓝哎，小蓝，什么叫小蓝？这就是小蓝色，不是小紫了。你可以不要砍头吗？可以不要砍头的拍。啊西，你们离树这么近，是到底想砍树？抓一个。哎，好好看啊，好好看，好好看，很好看。可以啊。啊，好好看，后面就虚化了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美。我是认真拍的。剪吹烟深静，暮色照大地。那有阳光。哪里？那，哎，真的耶。还是一点点就下来了啊！远处的对对对对对远处那个好看。北京的青山，好吗？怎么开始喝了？爽快的，什么东西？所以说你们，哦，对，咱们这次慢歌有点多。我那歌不是稍微，我准备尝试一下这个虫子。你是这个，这个风铃吗？啊，那个太可怕了。那个香，这个他做的一般。刚才跟导演组商量完了。哦，可能看了。我们商量。昨天也不好说，那不确定。这个真的是才九首歌吗？对，但是就是说，如果是九首歌的话，是咸咸的味道，就香香的嘛，它没有味道，它就是炸的。你也有同样的，但是我跟你讲，这个真的就是那种。这首歌可能，能嗨起来，就虽然能。我找一个不是那么像虫子的。这个是卵，因为它是蚕蛹的卵，所以它那个。可能这首歌就是蛋类的，有点奇怪。那可能这首歌是自然，当时很做作的讲的这个。是的。听起来很难受，很难过。但是我都可以，不是你是想这样，我是想，没有什么怪味道哎，就是很香。先把这个歌定了吧。转起来，呀呀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，呀呀呀呀呀呀，
介绍一下你的那个红包包。哪个红包包？你身上的那个红包包。这个哪一个？这个。因为黄玲姐姐买了一个送给我。我呢就想再买一个送给朋友。我以为你要送给他。请问我那个天师是蝴蝶啊？蝴蝶啊？sorry， 蝴蝶 ，sorry， 认错了，认错了，抱歉打扰了，拍谁拍谁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